好的，我们来看双方的决胜局。丁俊晖这个就厉害了，看一下啊，长台直接打进。这样粉球接到。决胜局，丁俊晖还是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啊！敢打敢拼。中带的这颗红球打丢了，这样右下方底带留了一个大角度，看马海龙能不能切进。
还是继续来防，用防守来逼对手去犯错误。小提杆一点，尝试了进攻，但是没打进。保一下球队，哎。顶出来的这颗马海龙也是打不到的，所以挺难受。从左侧边库移库来勾。没有勾到。有没有漏球？有漏球的话，丁俊晖就直接打了，打回去啊。马海龙先送给丁俊晖4分。好，这回勾到，然后把母球稳稳的藏到了红球堆中间。这个左下方底带要推的。没有拼进，漏球了。好，带口球打进，马海龙上手，先来连接一颗黑球。右下方底带还能打，好，钻空上来，这个彩球连接呀，又出问题了。
篮球要右上方顶带。篮球没打进。黑龙马 nine。哦，这杆看一下，反倒是漏球了。球队最上方的这颗有下。丁俊晖目前领先20，台面上5颗红球，67分。